自然灾害有哪些？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，包括干旱、高温、寒潮、洪涝、山洪、台风、龙卷风、冰雹、暴雨、暴雪、地震、海啸、泥石流、沙尘暴、雷电、雷暴、火山喷发等。人类尽管可以改造大自然，但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，尤其是地震造成的道路裂缝，洪灾冲垮道路，直接将人类修筑的道路破坏。房屋建筑是人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，自然灾害可以轻松地将其毁于一旦。自然灾害有时候多重并发，一种灾害的发生还会带着其他次生灾害产生，比如瘟疫。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很强，人类应当避免或者减少对地下资源的过度挖掘，减少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。